好，家人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人。好，欢迎葱啊，欢迎卢千鱼，欢迎红玲，欢迎幸运宝贝，欢迎宁静，欢迎诚信，欢迎风生水起，欢迎平安喜乐啊，进入直播间。那今天早上好，那今天上午的话是光明师的交付课啊，交付课来看一下，是这个深解系列之光明师亲授命理经典第一天髓，你们都听过这个第一天髓，对不对？这里我弄了呀。不行，可以吧？对，它没有声音啊。啊，地天髓啊，然后破译千古不传之谜啊，破译千古之不传之谜。那地天髓，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？好，早上好，欢迎新进入直播间，家人好。那今天上午的话是光明师的交付课啊，请准时准点的啊，把小黑板，对不对？手机放好，笔记本。放好，然后呢，搬上个小板凳，好不好？今天上午认认真真的来听一下光明师给大家讲地天髓，对不对？那地天髓的话，它是一个千古以来的一个什么不传之秘。说实话，你看那个文字，咬文嚼字，听起来就累，对不对？但是光明师他有办法让你快速学会地天髓。啊，所以今天上午的话是内容非常非常核心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全身心、全程的投入进来。全程的在直播间守候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这个课啊，今天上午讲的这个课啊，《深解系列之光明师亲授命理经典地天髓，破译千古不传之秘》啊，给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个地天髓啊。地天髓，说实话，这地天髓的话啊，用来断八字过程中的话啊，比如哎，看喜忌用神，对不对？看格局，还有看这个流年，对不对？看这个人他的身体疾病，对不对？职业等等各方面都可以用得到的啊，都可以用得到的。只不过地天髓的内容看起来是比较深奥，有个时候就没办法用这种白话文去破解。那你看光明师，他是不是非常非常牛逼？然后对吧？可以用他的理解方式去把这个八字，对吧？这个千古难题，是不是用这个白话文的方式给大家破解？对不对啊？说今天上午的话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来，已经进入直播间的家人来打上一，我看有多少家人已经进入直播间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待会的话，光明师的话，对，你把我的眼睛发给你，你也用。好，皮卡丘在哈，次第发开，孔哥在是吧？冰河为用，陈敏聪、陈信都在哈。所以这个是今天的内容啊，今天的内容。那我问下大家，你们就地天髓里面之前有句话说得好，这个水多会怎么样？水多，同时。好了是吧？水多，土奔目标，水多土散嘛，对不对？水多目标，啊，水多金什么？水多祈福，火多奇能，土散目标金城，对啊，水多金城啊，水多金城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来五行的那个相会相成的啊，来第一个五行相会的话就是什么？金它是可以克木的，但是木多金缺。啊，木多金缺，火能克金，但是当金很多的时候，反过来会耗火，所以金多火稀。水能克火，但是火多水干，土能克水，水多土流，木能克土，
土多木泽啊，这个就是五行的相位。因为说实吧，正常来说木是克土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当土很多的时候，我不能克土，反而会什么？会被这个土反过来把我这个木给什么搞坏啊？所以八字伦理来源于咱们的一个世俗伦理，五行的相生相克也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五行看八字，我们是不是说要这个阴阳平衡，对不对？阴阳平衡。那如果哪天你阴阳不平衡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某个地方多的时候，那肯定就不流通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，你看像正常金是克木的，但木很多了，反而把这个什么刀给搞坏了。所以是木多金缺啊，这个是五行的相会啊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这五行的相成啊，相成。那这个就是指相生的关系了啊，这边是相克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就是相生的关系了。相生的关系的话，第一个，哎，土它是能生金的。对吧？正常我是土是生金的，但是哎，金多土变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薄土，要我去生很多金，我生得出来吗？生不出来。这第一个，那第二个金，它是不是又是一个特殊的五行？土能生金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要打个什么问号了？燥土是不生金，对不对？好的，第一个，那第二个土耐火生。土它是由火来生的，但是火很多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耗土就耗得比较严重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火多土焦啊，火多土焦。第三个，金可以生水，但是水太多了，那我这个金是全部被嘛消耗掉了，所以水多金沉。同时，金由水来生的。金是由土来生的，水来生的，不，金是由土来生的。但是当土很多的时候，金会干嘛？土多金埋啊，土多金埋。好，第三个火，火是生什么的？火是生土的，对不对？火是能生土的，但土多火会，土多火会。好，第二个，哎，火是由什么来生的？火是由木来生的。那但是木多火制，木多火制啊，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吧，平衡啊，平衡。今天购买的课程可以看，可以看吧？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啊，琪琪。因为这个是交付课嘛，交付课的话啊，第一个冠名是在直播的时候嘛，哈，在直播交付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现场听，这样子的话有问题可以问问题，对不对？这第一个。那如果说哎听完之后，哎今天的听完之后有点地方不明白的话，那明天。就下午啊，到时候又可以看回看啊，因为买的交付课是你的什么私有财产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5遍、10遍、100遍都可以的啊。好，再来看最后两个，水跟木，水是生什么的？水是能生木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木多啦，水干，木多水疏啊，这个是水能生木。好，啊，第二个，水是由什么来生的？水是由金来生的。对不对？那金多水浊啊，所以这个相乘这个图的话，就是讲的是什么？母子关系，我生你，你生我。当我多的时候，就说小孩太多的时候，母亲能不能照顾不过来，对吧？小孩太多了，母亲是不是照顾不过来啊？同时，哎，母亲太多了，小孩只有一个小孩，但是有四五个长辈，四五个。妈妈，这个干妈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妈那个妈的，对不对？全部来照顾你，就是一种溺爱了啊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木能生火，木能生火，那火多木焚，火多木焚啊。同时，木是由什么来生的？木是不是由水来生的？那水多木漂，水多木漂。哎，家人们，那这个图的话，大家记住没有？记住了吗？说这个就是五行相位以及五行相成，这个是相克的啊。就本来我是克你的，但是当你身弱，你克不动他的时候，他会反过来什么反克你啊？说这个是五行的这个生相克的这种正克反克啊，这个是正克跟反克啊。这个图的话就是指的五行相生，五行相生的话，同样也是我生你，你生我，当我多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出问题。同样，哎，你很多的时候，那就我会出问题啊，这个就是五行的相乘。所以来，家人们，那你们想一下，
通过这两张图来，你们告诉我八字要怎么样，什么样的一个八字才是一个好的八字，是不是要有流通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当如果八字中你不流通的时候，木太多的时候，金就会什么受伤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张图就给大家解释什么流通关啊，流通关。因为一个好的八字咱们是要过三关，对不对？过三关，一个关是流通关，一个关是平衡关，一个关是专一关啊，专一关。那这里给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平衡关，平衡关以及这个流通关啊。截个图吧，来截个图，家人们截好了吧。好，欢迎新进入直播间，家人好。那今天上午的话是光明师第一天随这个课程的一个交付时间啊。那今天上午的话是由罗清浩老师给大家一起共同在旁边一起学习啊。那待会的话，老师交付完这个课程之后，你们如果老师上午的交付课里面有些内容，你们不是特别懂的啊，可能还是需要再剖析一下的。那待会光明师下播之后的话啊，我会给大家继续剖析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张。好，刚刚里面是不是用了平衡关、流通关，对不对？就是会金很多，就是什么克木，对不对？金多是木完全没有啦。同时第二个金是克木的，但是木很多的话反过来什么把这个金搞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正克反克。好，那刚刚那个图同样从刚刚那个两个图的内容的话，从这个图上面可以全部给大家知道啊。就打比方来，这个是我自己，对不对？比劫是生食伤的，食伤是生财，财生官，官生印，印生生，对吧？好，印生生的。所以那你看啊，每一个字他们都会相互之间会发生这种关系，时辰之间，所以是不是出现了很多这种格局啊？你看比如官杀是克谁的，官杀是什么克比劫的，对吧？那比劫是克谁的，比劫是克财的，所以什么穷比夺财，财又克谁，财星是不是克印星的，财星代表父亲，印星代表母亲。所以现在一般一个家庭来说的话，一般是爸爸说了算还是妈妈说了算，是不是一般都是爸爸说了算？因为爸爸是财，妈妈是印，妈妈生来是什么生听什么听爸爸的，对吧？因为古时候的时候男人为天嘛，啊，所以爸爸生来是克妈妈的啊，克妈妈的。那妈妈生来克谁的？克小孩的啊，克小孩的，对吧？好，那看你们这个格局方面，你们懂不懂哈？来打个比方，我现在我八字中我的官杀很旺，我的官杀为忌，那你们告诉我，那此时此刻我是不是要把它给制住？官杀为忌，我要把它给制住，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住这个官杀？家人们告诉我，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官杀制住，他很弱了，不，他很强了，他为我的忌神。那这个时候我是把他给制住，把他制住的话，是不是用这个克泄耗的方式来把他制住？对不对？那克他的是什么？是不是食伤克官杀？食伤克官杀，所以形成一个什么食神制杀格，对吧？这第一个，这是克。第二个，那他是什么生别人嘛，让他去泄嘛。那官杀是生什么的？官杀是不是生印星的？所以就形成一个什么印化官杀，对吧？这第二种格局。那第三种格局，让他去克别人，他去克别人，他克谁？他克比劫，说是不是一个官杀制比劫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很强，我要把他给制住，那我是不是需要用比劫来干嘛？扛杀呀，他是忌神，
他是克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力量很旺很旺了，那就不叫官杀制比劫了，还叫什么？比劫来什么？扛煞，啊，扛煞。好，开始了，家人们。嗯，好的，来，家人们来打上，欢迎光明师啊。那待会的话啊，今天交付课大家一定全力以赴，互动一下好不好？跟老师。好。因为我们每次交付课呢是晚15分钟。嗯，是的。因为很多人在开通。好，我们进入今天的深解系列。深解呢，就顾名思义啊，深度解析的意思。对吧？深解系列。我们今天的深解，第一天水。第一天水。我们按照十天干的顺序来给大家讲解。好。第一个甲木参天，第一个甲木命，来这甲木命的扣个甲木。甲木的第一天水的原话是：甲木参天，脱胎要火，春不容金，秋不容土，火至成荣，水荡其湖，地润天和，子立千古。那这个古文呢，大家可能不太了解。嗯，老师呢，站在我的角度给他理解啊。好，我们呢一边的理论，一边讲解，加一边案例的精详细破解，好吧？我们分为三个教学板块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甲木为纯阳之木，体质坚固，参天雄壮。生于仲春，初春，木呢分为春夏秋冬啊，可以放这就行。生于初春，木润气寒，得火而繁荣。所以春木呢，极稀见火。生于仲春，木有旺极之势，要有火泄其清甲。所谓强木得火。方法其完。来，我们看一个纯阳之木。好。啊，春木见火。木晚舟。春木，对吧？嗯。见戌见午，对吧？是的，他这个人是三命通会啊，渊海子平啊，地天随啊，嗯，神风通考啊。我认为这些古代的著作真正有点价值的，就是地天随。是，其他的几本不完善。嗯，我研究一下，我感觉他们不能用于实操。在实操过程中，他那个理论体系不完善，是的，是不是？咱们不能过度崇拜古人啊。古人呢，他因为信息的闭塞，他其实他的信息是远不如当下的我们的人接触的信息的宽泛，数据没这么大。三春木旺，金居休囚，衰金克旺木，木坚金缺，
非为所欲。生于秋，木气失时则衰，枝叶凋零稀落。望土生金，杀官克身。故秋天不宜见望土。那有些问题要以我的为准，以我这边的讲解为准，因为我算命多，是的，我能找到他们的缺陷。好，来看一个秋天的。秋天的甲木不能见望土。这个是陆树铭，就是那个演关羽的那个。秋金，谢霆锋。夏天甲木，夏日甲木，火势太旺，泄气过重，木旺还会被焚。泄气，食伤嘛，火为木的食伤，火多木焚，最喜见辰，辰为龙。有生木泄火、泄火功用，所以易作辰位。四柱见生子人权，或地支权害子，天干又透壬癸，易作辰。好，其为即为火至辰荣，火旺就要做辰。是的，我尽量以。我的一点点心得啊，尽量把它解释的完整到位。好的，因为这个是经典。是的，经典呢就经典就不需要去篡改其他东西，你只要对它的本意啊产生一个精确的理解。是。你觉得我对火字成龙的这个理解准不准确？准确。因为一个意思，它大概大家在研究这个学术的过程中。还是多少还是有些共，就是共通的点。是，火字成龙就是应该这么解释。来看梅西的八字就是火字成龙，他这个东西啊，一定是要符合这个八字的。是的，很多理论他讲的再书面语再到位，或者是他再精确，但是呢，他在实战运用中。有的准，有的不准，那这套理论是不符合的。对，理论是什么？就是放之四海皆准之为理，啊，口口相传，啊，即为论。是的，你觉得你是大师，对吧？那别人都不学你的东西，对，那你就不是大师。是的，因为你讲的东西你认为很有效，但别人并不这么认为。所以市面上的书籍，它很多它是作者的片面理论，是的，它不完整，没经过实践的，对，没有经过大量的实践，是，
所以当我看火炙成龙的时候，我认为就是火生在夏天，最要需要建成。来看，再看一个。张学友也是火炙成龙。刘晓是他的火在哪里呢？胃中藏火，是四五味为下火。好的，大量的案例都有这种情况。好，四柱见生子成全，或地之凶全为害子，天干又透任鬼，有水旺木浮之犯。有水旺木浮之化，甲木要作引，引为甲木入地，能纳水之气，甲木根生，不至浮犯，即为水荡其虎，虎为引木。你觉得这个解释符不符合原著作者的意思？符合。有很多人老是理解不了。今天我们讲的是经典啊，就经典的就不容篡改，它一定要最大的原、最大化的原始的反馈，这个作者他的本意。来看几个水荡起火，这个是水火都现，所以自身能力也强，家里条件也好，他整个八字全流通啊，是的。水荡起火，鬼害鬼害，甲寅庚午，生老板，生姜辉。这个八字可以记录一下。对，这个是绝对过亿的八字。这个八字其实跟那个，叫什么？你看这个红哥，我弟子红哥，他给他这个八字跟那个。孟晚舟的八字其实一回事，鬼害鬼害甲寅庚午，你看孟晚舟的八字不用排出来，孟晚舟是壬子壬寅，对吧？甲戌庚午，啊，是的，像两个八字是一个回事，一个原理，这就说明这个东西啊，它符合事实，是的，经得起推敲的，经得起推敲。给了你50万啊！真这个人真大气啊！如若水不旺，火不烈，土不燥，金不锐，阴阳协和平和，甲木可千古而得长生。你看，这个孟晚舟就是，水也不算太旺，火也不算太烈，土也不算太燥，金也不算太锐。是吧？壬子也不旺，火也不烈，戌土也不燥，根金也不锐，阴阳协调平衡。是，这就是个超牛逼的八字。孟晚舟的时辰是我亲自推的啊，那出生日期大家都知道的嘛。再看一个，C 罗的也是。他乙木是吧？梅西的也还可以，还有甲木的吗？
窦骁，你看，窦骁的八字，土不烈，土不燥，水不旺，火不烈，金不锐，就娶了那个侯鸿燊女儿的那个，是的，嫁给侯鸿燊女儿的应该是，王的女儿。好，我再把时干体相给大家读一下。甲木者，乃人间居住之物，住动也。甲木阳刚，手出于干，原无枝叶根，欲有久远，必得其所常用，故欲埋没泥沙。譬如沙村，然而成器得用，必及精以成其材，火出则配，遂成文明之象。如若火已多，兼行难翻，则反致其害，故曰化成灰炭。此甲木为蠢然者，为春秋而为龙翠，处物变化之妙，亦无定型。观者自宜得之。时干体相啊，家人们，你看这个有个很牛逼的人，伯。伯的八字就火太旺了。是的。化成灰炭。啊，锒铛入狱，猝死狱中啊，身败名裂。啊，这个甲木的时间问题，这个现象你们自己理解，好吧？好的。是光明是张口就来的，不是背出来的。光明是记忆力特别好的。好，乙木，乙木虽柔，寡阳减油，白丁抱柄，化凤其喉，虚师之地，骑马亦忧，藤萝细甲，可春可秋。这个平安喜的说的非常好。那我闭着眼睛给你们讲好了。哎，这个东西对高手不算什么，背个这个东西算什么？你要搞清楚，我们是专业搞这个的。对。你如果你专业不搞这个，你不能显示出专业的气质，那凭什么收别人的钱呢？是的。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就叫专业。好，这个理解一下先，老师来给你讲解。乙木为阴木，木性柔顺，虽成甲木之生气，但不比甲木刚强结实。乙木春如桃李，金克则凋，夏如嘉禾，水之得生，秋如同桂，金旺火炙，冬如奇葩，火温土培。好，乙木生于春，
木质娇嫩，不宜用金克伐。若见金克，以木则雕。但宜用火，用火泄以木之秀气，再有水之，以木可发复荣。这些讲解都要载入史册，是的，老师也很敬畏。来看几个村的乙木的案例。好，春天的乙木，梯田水我全文可以通背。牛逼是吧？然后给你们展示一下啊。哎，这两个都是春天的乙木。对，来参加过线下课知道，我讲几天几夜没有教案的。对，自由全自在。是张口就来。这个八字。一个呢，乙木生在春月，这个乙未日主呢，这个是，曾志伟的八字，对，放大一点点，你看，他就是见癸水，对吧？是的，不能见金，金比较弱，被巳火合住，然后呢又见丙，对吧？对，辛巳合丙巳合，乙木最喜丙癸交加，是的。任何一个人在一个领域中进入极致啊，他的某些水准都是异于常人。是的，没有这种技术，你很难影响世人。好，这是关于，再看这边的，这个是李鸿章的八字。啊，有人想火在哪里？他火靠行火运，是胃中呢藏着一个丁火，所以呢他行火地发富。啊，60多岁开始掌权，是的，丁未大运，对吧？丙午大运进入更高峰了。他乙木也是丙癸交现。啊，只是他原局中的丙火呢，藏在寅中。西逢大运，74岁这运出来，权倾朝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三下火灶，乙木生于下，三下火灶，乙木枯槁，要用水来滋润。水旺则成，水衰则败。今天老师特意让你来学习学习啊，哎，再是背吧？再背。都没听过那个内容，是我一直在看那个题。这个是我的讲解。是的。滴天水随便在哪里搜一下都有，但是那讲解很重要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因为这个讲解嘛。你不能误解原著的作者的意思，而且需要有大量的案例佐证，不是你的理解就是理解。这个之所以成为经典，对吧？你不能误解原著作者的意思。是的，此生静下心来，就以此为业，衣食无忧，传给子孙后代，对吧？在历史的俗世洪流中，对吧？成为一股清流，在这个动荡乱世中啊，寻找这个立身之本。好，咱们看一下下的。夏天的乙木，
好了吧？夏天的乙木，对吧？喜见亥水，水旺，辛金生亥。今年呢是癸卯年，对吧？印星虚透，破婚。是不是破婚了？是的。汪峰的身体好，这么多脾气。好，这个八字食神制煞，制煞非常成功，唱歌厉害。是的。生于秋。金旺木绝，要用火克金以救木。金得火字，遭官煞之喜。强金无字，官杀克身，不平则见，有生死之患。这个是我的讲解啊，这个是原创。来，看几个案例。生于秋要见旺火。王辉生于秋天，见旺火，丙戌。早年找了个甲戌运，乙亥丙子运，牛逼。是。啊，丁丑运。丁丑运就开始熄火了。是。丑土来了。你看疫情这四五年，他啥动静都没有。对。为什么？疫情这几年走亥子水。亥子丑走完之后，又连续得要走了个壬和癸，所以连走五年败运，一事无成。是不是连走五年败运？是，明年王妃应该能出来搞出这件事情出来。啊，不思进取。好，再看一个。觉得有点收获的，来分享一下感受。来，家人们听了甲木乙木，来收获怎么样？这个太有收获了哈！这个是吴亦凡，这火太旺了，那个小豆啊，我感觉跟王菲比啊，缺点气质。对。这个艺术家呀，这种搞艺术的、搞文化的人，他一定要有种气质。嗯，是的，学完门关一下，他那个气质非常重要，他没那种气质，对吧？生于冬，看一个乙木生在秋天，无火来制啊，官杀克身的对比。生于秋。秋金无制的那种，这安不是有火吗？有火制了，牛逼了嘛！再看几个没有火制的，就得死翘翘。
行。找不到就算了，这个很多嘛。乙卯啊，那个生在申月啊，酉月啊，那个死了的，是乙卯日主，记不记得？那个乙卯啊，对啊，就这个，这就挂了哇，对吧？我都记得，这乙卯日主是我亲自断了个命，这个已经死掉了，金太旺。生于冬，这个符合的啊，谢景一师兄，你这个，他这个是见的火，生于冬，需要用火解冻，使乙木得以盘根。乙木顺。火旺，你老婆八字，成就极高；火弱，郁郁寡欢。生于冬木，一定要时常泄身。来看一下。这个是周杰伦的八字啊，乙木生中喜火，他也行喜火运，所以疫情这几年也是一事无成。对，从19年开始到现在，几乎一事无成。早年走丁卯运，对吧？对，范特西 J，2002、2003、2004年那都火得一塌糊涂。是的。啊，己巳大运，这个戊辰大运也还是可以。己巳大运也不错，庚午大运其实还在行运，辛未大运依然行运，壬申大运喜火。关掉。乙木虽柔，当生于丑未之月，啊，或生于丑未之日，却能以柔木克旺土。四柱中有丙丁火出干，就不怕生在申酉月。生申酉日，等乙木始觉之时。怕生在虚实之地，如亥子丑月或亥子丑日，湿气太重。来看几个，就生在申酉月、申酉日、申酉时，就一定要见旺火，是的，就不能再见亥子丑，否则整个八字寒湿。湿气太重，一般难有成就或有慢性疾病。哦，你老婆那八字是财务总监是吧？上市公司。那讲快一点，咱讲不完了，感觉。希望老师的这个付费学习都好好把握，是的，花个几百块钱学这么厉害的。对，我们是这个行业当中唯一一个开线下班能开到1000人以上，而且每周一期，是，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每周的周末在山东和广东，北京都会有咱们这个四柱八字的。速成大师的高级班的学习是的，是3天，
你就是我们东莞线下课开课啊。我们服务的客户都是行业龙头，什么浪莎老板是我的弟子，真功夫老板是我的弟子，牧师的老板，随心坊的老板，贡茶的老板，东莞的首富啊，还有哪些？还有那个凭感觉那个都市丽人，你们要学习可以关注老师这么多微信。是的。北京是下一步要去的地方，我会找好关系的嘛。因为在北京附近的话，先可以来济南学习啊，就是19号到21号，我们开大。要报名学习，可以加下这些微信。啊，这个都是我们的助理的微信。是的，下面你们先截个图啊，截个图。每周都有啊，是的，一个月开4期。对，我们已经连续开了8、9、10来年了。啊，如果说你学习八字还不了解夏老师，那就代表你一直没有学到精髓。是。那光明才发现，前面学的都浪费时间。是的。关掉。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专业啊。还有这些介绍，咱们不要剪掉啊！这些东西都很重要。下一步呢是广东2期、山东2期。这个上面的光明堂是我们的平台，是啊，扫码可以关注直播。下面是老师的本人的微信。没有关注公众号的话，点击右上角有一个关注公众号。啊，日干乙木，四猪见，天干透甲，地支有寅，腾罗系甲，春得柱，夏有阴，秋合符，冬借巳，四至长青，有生发之气，不怕堕伐。就是说乙木命最喜欢地支见甲木或地支见乙木。嗯。来看几个案例。你放心，100年后可能没人听周杰伦讲歌唱歌，但是还有人会听老师的视频。是的。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学术，是能够让你安身立命，是能够对你人生指导的。是的。就像我们现在还看刘伯温的著作，对吧？对。那你会看200年前的那个什么梅兰芳演戏唱戏吗？不会吧？不会，不懂。所以知识这个东西，它才能历久弥新，是，才能传承千古。这个八字，对吧？乙木见甲，腾罗系甲，是，厉害。好，最后我们讲十干体相。乙木者，乃山中绿叶黄根之木；乙木乃枝叶繁华之木。大喜阳和熏燥，阴敞则耗时，稍烦固不利也。然水多则清退其根，金旺则克泽。金旺则克泽，克泽如伸缩，伸衰多火，兼行难翻而祸不浅，西行统重，助杀生生，从者患尤深。不活木，逢连根之木而起栋梁之比宅，生有君绝根有祸，学者用心详之。
没有说乙木不洗肩甲，乙木肯定是洗肩甲的啊。谢谢飞师兄。那石膏你压了，下次有机会跟你讲啊。今天我们只讲这个一天水，这个石膏体现的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福利。好，甲乙木就讲到这里，来分享一下感受。我们下一个讲一下丙火。丙火猛烈，七伤如血，人断根筋，欲心反却，土重生池，水仓险劫，五马前厢，甲来成面。丙火猛烈，七伤如血，人断根筋，欲心反却，土重生池，水仓险劫，五马全相，甲来成命。火是炎上，丙火火是炎上，位于南方离位，丙火为阳，浊阳之至，阳中之阳，其势十分猛烈，能解酸消血，七寒燥暖。丙火炎烈，力能炼金。根筋虽刚强顽钝，见丙火锻炼，便可成器皿。然心筋虽然阴柔，丙火见之，贪合心筋，失去原有的刚健猛健之性，反而显得怯懦。所以丙喜见根，不喜见丁。丙辛合为下见之合。是的。丙辛合为下见之合，就丙合辛的，就是下见之合。辛见丙为高贵之合。是，好，来看你啊，你下午呢，我现场在直播间啊，批个二十几个八字。这是周星驰啊，辛见丙。我们现在讲丙火的，丙见根的好，丙见心的不好。这个丙见心得白血病，见心要把那个心给摁掉，也有成就。嗯，不高贵嘛。好，丙见根何超琼，何超琼这个女的，妈真的是跟赌王一样，好厉害，不是普通人。喝杯茶，家人们。好啊，福木旺之地则显通明之象，最怕戊土啊，会丙火之官，失其光明。土为火之子，能泄丙火秀气。日主丙火，四柱多见土者，足有人慈爱之心，但失其本性，多主架设，难能显达。所以火旺不能，火不能见土旺。火土两旺成相，这就是架设之相，架塞啊。
来看几个案例，就于震。这个人愚钝，丑太多了，就愚钝的。好，再看一个。生于春，喜见木火通明，不喜炎烈，忌见木多。来看看呢，春天不能见木太旺，要刚刚好。这个尺度怎么把握？这只能通过一些案例的讲解。这是谁呢？张艺谋。他的火刚刚好。夏天丙丁火当旺当权。难用丙火，落地支又见乙午戌三合火局，火势过于猛烈。由落再来甲木，则有火旺木焚之势。所以不能见胡马犬，寅午戌太旺就完了，就火多木焚。看这个火多木焚，这个八字火太旺了，地支全是火。离婚，拜拜。OK，生于秋，气势休囚，需要木来生之。木火通明，大成。木落火息，无成。来看，光明玉堂，光明玉堂那里标几个字，直播。好，这个是汪小菲的吧？是不是？蒋经国的八字生在秋天，木火旺，是。那父母对他有巨大的帮助。他这个出了名的孝子。
锦衣师兄就具体看八字哈。这个是郭晶晶的话，可以让老师帮你看个八字，直播间批下单一个批八字。好，不用上这个。生于冬，火直衰微，喜用木生福，忌用官煞。如若用水，气势熄灭，绝非中和之道。费翔，冬天里的一把火，唱这首歌真符合他的八字。是的，就是那一把火烧了我。这人官星为忌，对吧？对，一生无婚呐、啊。这个人确实有修养，食神格的。这个人很有修养。熊熊火焰燃烧了我，你就像那一把火。好，关掉。直干体象，丙火者，乃天上之太阳也。丙火太阳之象，上下光辉，无所不照。然浮水之木不以为母，不能生有焰之火；湿水之土不以为子，阳光所不产也。一遇江湖失水，不和不冲，遇波涛浮之冲击，能为克火之害也。其所忌者，然繁华之木，湿木能生火，而反会火之官。故不利也。好，我们讲下丁火。好，丁火炉中，内性招龙，抱以而笑。和任而终，旺而不烈，衰而不穷，如有嫡母，可春可秋。反正下掉。这个课程是一个精品，精品期间就是。好，我来讲解。好，丁火为阴，内阴而外阳，外柔顺而内文明，柔顺而得其中和气，文明而得其招龙性，没有太过和不及之弊。就是说，丁火不旺无衰。是的。乙木为丁火偏印，甲木为丁火正印。乙木临丁，辛金不能克伤乙木。乙为丁之母，称之为孝。第二，壬水为丁火正官，为火之君。丁壬相合，使戊土不能伤及壬水，称之为中。
运气好。生于秋冬，天干透甲乙，地支藏寅卯，丁火有可依附而不怕熄灭，而其延世无穷。生于秋天的一叫见木火旺，来看这个案例。丁火命好，容易出大人物。是。丁火生秋天，再看一个。这马小马的八字，丁亥啊，肩胛，丁壬合，对吧？对，天哪，太猛，太猛，好，生于秋，生于冬不怕水克，因为丁火为楼，为其最大特点，所以不怕生弱，而能其所用。丁火不怕生在冬天，像毛主席就是。好，关掉。如若见嫡母甲乙木。不管是秋天官杀旺，还是冬秋天财星旺，还是冬天官杀旺，都无妨。因为秋天木生火，火去自金，比劫是自财发财；冬天印星化官，显贵。生春天，稍等一下。生春天这个我们没所谓啊，不要紧。好了吧？来看几个案例。夏天的话，肯定要见水嘛。这个是大马，冬天见甲拜登。对吧？ OK。好，时干体象。丁火者，乃人间木棒之火，譬如灯烛，见日则夺其光，故死欲矣。此其时欲急。
便辉光灿烂而盘足无疆矣，则虽顿顽顽顿之精，亦赖其所锻炼。若时伤，若时上局，则敛光毁迹，而湮灭无存矣。则虽微妙之丁，亦不能自知。然木灶虽少，犹足发火之机。木师虽多，亦难以自火之名。要看其中强弱，不可泯于一篇矣。这个石敢体匠，我们下一堂课程再讲，好吧？好。你们都是老师的学生啊，可以加下老师的本人的微信。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给你。这是我本人微信啊，这个只是用于接，是我本人在用，只用于接一些批八字的业务。大家可以截个图啊，家人们先截图。好，戊土，戊土固重，既重且正，静和动辟，万物思命，水润物生，土燥物病，落在艮坤，怕冲易进。这个难讲，难理解。土这个东西难理解。我应该是这个易经行业著作最多的了。是的。大家看一下。可以联系那些微信去购买一些老师的著作。对，是。加这个微信。这么多。前面这里好多三样证明你可接受。还有这么多。还要加这么厚。对。到这里。好。对，有需要书籍的话好，关掉。老师人生没有太的追求啊，人生四大宿命。是的。第一，不得修仙之法。放大一点点。这个字体有点小，做大一点点。做大一点。颜色搭配要突出一点。成立修行家人类羽化飞升研究中心，建立全世界最大道观，天下第一观。获益金石子集，翻译白话文，造福全人类。培养训练3万绝学传人大师，影响全世界。好，关掉。这个破译金石子集就是天天破译了，这个就是金石子集了。是的。那这个文绉绉的东西被老师讲出来，全部听懂。好，我们来讲解了。戊土为阳土，坚固厚重，由于土居中央，所以得中正之气。万物全来土以生长发育，成熟收藏，主宰万事万物的生死进退盛衰。万物土中生，故戊土为万物司命。既于旺四余，四余者艮宫丑寅，巽宫辰巳，坤宫未申，巽宫前亥。春夏阳气辟动生发，秋冬阴气静和收藏，雌性高厚，其气枯和。这是他的讲解。其性高厚，其气枯和。
啊。第一，生于春夏，木火当旺之际，只要用水滋润，则万物能借以发生。无水润土，土造万物枯槁。生在春夏啊，要见水。来看几个。汪精卫像见火，对吧？对，幺二三蛮厉害。这人是个求财的命，财化印。是的。就是不是真革命，你知道吧？一个人呢、啊，如果只是为了钱去做一件事，他的动力是有限的。是的。那周恩来对吧？那家里非常有钱，天津大富啊。他的父亲呢，类似他的爷爷是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市委书记啊。他们家是官宦子弟啊，祖上是进士。那人家背叛自己的阶级对吧？选择无产阶级革命斗争。是的，也就忘名于水火，所以周恩来是一个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是的，好，再看一个，康熙，杀印象什么？这八字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啊，生于秋冬，金水当旺之时，水多易火暖之，则万物化成；无火暖土，土湿则万物为病。这一秋冬都把没有火的话就有毛病，难有成就。蒋介石生在秋冬，啊，但他的己土命，哎，我现在把这个课程品质做好，因为老师的课程一定要。有口皆碑，这样才能有流量。你们没所谓，吴秀波，真的，因为我是 IP 要引流，你知道吗？引流的话，没有流量就枯竭了。现在这个时代要大 IP 时代，没大 IP 不会出问题。对呀、啊，裁判因此能力不好。吴秀波也有点才华硬，他的财星在哪里呢？在城中的癸水。所以他也是泡妞出事了。好，关掉。总之，戊土属阳，高厚枯燥，喜润不喜燥。这个落在艮坤，易进易冲，怕冲易进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研究了好久。啊，艮坤之地，等一下，就是引申之月。艮中为引，坤中为申。这句话很多人理解不了，包括我也理了好久，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其实说实话，就在关键时刻就显出水平。是啊，寅月甲木端乾，戊土受克而气虚；申月庚金司令，戊土泄身而体薄。所以，但凡生于寅申月的戊土，易进怕冲，或戊寅戊申二日，
戊土坐下，引申克伐，盗窃，喜进怕冲，如若逢冲，则根基动摇，非地道助重镇，故而不能见冲。所以生在这两个月的，就地支不能见冲，冲就不贵。是的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作者的意思表述出来，表达出来了。来看几个这个月份出生的贵格和差格对比，这个琢磨了好久都没整明白，包括任铁桥啊这些都没讲清楚，徐乐悟都没讲清楚。我要听到古人就好像他就高人一等，家人们，学术这个东西你要有一种破旧立新的这种气质，大师就是不盲从于过去，只尊重于现实，对吧？不迷恋于理论，而只追逐于实践。是，你这个理论不能实践的理论，那就假理论。所以毛主席说过一句话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是的，实践出真理，对吧？你看，这个是戊寅日主见冲，那这个八字肯定是不行。啊，这吴秀波出事了，出事情，身败名裂。来看一个，戊土没见冲的，他这个没有冲，戊午没冲。隔开了，无火冲不了。邓紫棋一生平顺，这个就是个绝招啊！讲好，如果戊土生于辰丑，辰戌丑未是积月，最喜见庚辛申酉之金。戊土得金而秀气流行，土临则万物生机奋发，定为贵格。石干体象认为，戊土乃拱辰强夺，戊土身后，其象如城墙，要生祭月，要地支下通根，方能正河海而不泄。若土下带河者，其形坚固，而无疏漏之虚，生丙水木虚弱者，则其势轻微，而有崩颓之患。如土失时，大忌多金泄失漏泄，忌就不可加木疏通，支土行东南，如元旺有应者再行此地，则化火生生，反太过之祸。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，就是土最好生在辰戌丑未月，最好见申酉金，如果不是生在这些月份，就一定要见火土伴生。这都是命中注定，有些人一看这个就懂，有些人看就是在艮坤之地不宜逢冲，就是因为它是泄生克生之事，土根要重要稳，对，土根见冲就不成，是的，啊，所以艮坤之地，啊，喜进怕冲，它如果你不进入这种多维的语境去理解，一天水很多东西你是理解不了，是，好，己土。己土悲湿，中正续长，不愁木盛，不畏水狂，火少火会，金多金光，若要勿忘，易助一般。真有这种 天才，说实话，是的，你们没有遇到过天才之前都傲慢，等你遇到了天才之后，你才知道，哇操，真他妈有奇人，对，心悦诚服，顶尖高手，绝世高手。我有一个天赋，我看过一眼的八字，我就能把这八字完整的背下来。对，这个我们见证过。啊，好，己土为阴土，其性背湿，土居中央，易得中正之气。
戊土固重，己土悲湿，乃戊己土最根本之区别。己土阴湿之体，乃大地田园之处，要行冲破害，如耕槽除垄，可以种养万物，可以蓄藏万物。所谓中正蓄藏，贯八方而望四季，有滋生不息之妙用。其性柔和，不怕木盛克土，木可以借以培养。其体端盈，土后能纳水，其水所能荡，不怕水旺冲土。无根之火不能生湿土，反而收敛火气。此是指丁火，丁火招龙，但且炉中，所以火少火反废。若得丙火，可去阴湿之气，足以滋养万物。其所谓一般一助，己土乃湿土啊，喜丙不喜丁。记一下，好，这第一个。一个几年没来学习的八字师傅当场说的八字太难，还可以吗？混口饭吃。杨明，你是惠州第一大师。对。同行基本上都是我的弟子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大部分同行，易经协会会长。对吧？这都是易经协会，活山易经会、阳江易经协会会长，各路的一人马。都看起来像我的师傅，啊？那有人就对我们家学术渊源啊一直好奇，我简单说一下。好，这个我们这套体系呢是来自于龙虎山，啊，道教发源地，下士真传，君臣命理。龙虎山是我们的出处。下士呢是我们的源头，君臣命理是我们的学术体系，主要这三个，有来源，对吧？有传承，有体系，啊，市面上什么这派那派啊，其实它都叫君臣命理。这个君臣命理的体系呢，八字中啊，日主为君，其他为臣，自成者为真君。自成者为假君，啊，被臣所制者为败国之君，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一讲就通透了。对，就是八字日主能够控制其他的东西，你就是个牛逼的八字。是的，不能控制就是普通的八字，被其他人反克了你，你就完了。是的，啊，这套体系呢是来自于唐朝秘书郎夏衍。夏衍呢为秘书堂，唐朝善元间进士，这是真实历史记载，放大，这个没有半点虚假，是，百度上面都有的，而且社会地位绝对在徐子平之上，只是说一直夏氏子孙后代没有去运作包装。秘书堂是做什么呢？校罪典物，校罪刊物。印证阿物校罪典籍，以秘书郎掌管图书收藏及编写，来放大一点，就类似于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级别，明白了吧？后来中正不阿被贬在现在的类似于九江的市委书记这个级别，生了第七世孙夏竦为宋朝宰相，夏竦的啊后代夏衍，夏衍很多人就熟了。宰相也是一代命理大师啊，夏衍、夏竦还有夏衍的八字都可以给他看一下。夏衍那个唐朝人就有八字对吧？而且他的八字是写在他上面的啊，庚午十一月初一日子时啊，你看王安石都没有八字，放大。我们的祖先夏衍都有八字，因为他就是搞玄学，放大。这个百度百科不是我乱写的啊，这是历史书上。他这个八字呢，就是印制十伤的八字，对吧？那夏衍的八字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让你们对我们这个有个了解。嗯。
为什么老师年纪轻轻，对吧？算命如此之准。是的。下眼的八字是劫财和煞的嘛，对吧？煞通年上，故这个人贵为宰相，对吧？秉剑刃，对吧？对。这个不用说了，顶级的八字。然后呢，后面就出了下新人的下新人大师，不是我们这脉，还有夏中奇、夏中祥。夏中祥呢是我的爷爷的父亲，就是我的太祖公，有祖坟为证，打一下名字。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学的东西啊，是正儿八经有来源、有出处，是的，有历史，啊，有人、有事，对吧？有学术，绝对不是制造概念，对吧？这是夏中祥，这是我的太祖，跟毛主席同年同月。同日生，啊，不同时。夏忠祥，夏忠祥的儿子呢，就是夏样忠啊。夏样忠呢，是我的爷爷啊。现在我出了他的很多口诀，这些口诀都是你们在别的地方没听过的啊。我给他出了三本口诀书，这三本啊，这都是可以传承历史。我这个手机是看你们屏幕的啊，并不是看别的啊。是的。因为那边我看不太清楚。对。讲这个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你对老师这个学文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是。有真人，这是我们09年我们去堪舆的时候，啊，拍的我爷爷的照片。一看呢，就这几年他已经80多岁了。好。那我就到我了，夏光明了。对吧？换掉，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问他合门合派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派啊，只有准和不准。所以我们可以叫准派八字。准派八字，他们有新派八字、准派八字啊，君臣命理、准派八字，把那个命理改一下。要准备，就是盲派八字嘛。其实盲派八字是脱胎于我们的君臣命理的一个分支，啊，也是近几十年才流行的啊，之前是没有这个说法。不管你学何门何派，不准的就是假的，大家对不对？好，就到这里了。阴身吉土的力量不大吗？啊，继续。吉土乃湿土，湿土能生金、养金、润金，心金得吉土，反轻盈可观，此为五为而尤为之妙用啊！若要万物充盛长旺，唯有土势稳固，又有火气暖和方可。好，逆行，喜生春夏辰时之祥，乃官印之地，更是值。更不值双官损印可以发富，主为人好置业造业，田园丰盈，行东北方运友好，更兼好谋未木，角主富贵，人物稳重，大宽小吉。这个什么理解呢？这个就是说，土喜生在春夏辰巳，此时呢，不见双官。就是好，因为吉土不怕木克。来看几个案例，他日热随青云志，敢向黄草不撞。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。倪萍，吉土生夏天，春天没有见三官。嗯，好。杨颖见了三官，所以他离婚了。是的，所以出事了。
他已经起不来了。甲为正官，乙为偏官，若年月透壬癸甲三字啊，申春冬水木吉，财官有气。第三，土生秋月啊，最喜见比劫和印星帮扶，土金三官喜见印，见印当作贵命论。来看几个案例，蒋介石是标准的土星三官的，是的，木火越旺，成就越高。那个微信号头大一点。微信号标红色，那客户一下就看得出来，传播，这是个传播的时代。是的，那我们今天这么精彩的内容是很容易传播的，传播就到了我们平台，然后就变成了你的客户。是的，是的。近代命理界不可能再出现比我名气影响力更大的人了。对。因为我把这些东西是优先讲出来了，讲出来之后，形成了江湖影响力，加上我们的实战能力极强，是的，是吧，家人们？不是，我是说你要突出那个微信的号，微信的颜色，把那微信的号码调大一点。信号，对，接嘛。20，土生冬月啊，必须见火，调候为用。暖化动土，生机盎然。无火则动土不生，衰败之象。来看一个土生冬月，蒋介石刚刚看了吗？看了。那个微信要搞大一点，字体。可以换别的颜色，呈现什么颜色更容易最容易凸显出来？紫色还是绿色？绿色。哎，差不多了。你把那个光明本人是微信变绿色，然后下面那个变红色就行。来，己土的这个实干体相，己乃田中之土，己土寡厚，其相如田骤然，此故生物之体，若失天时，兼行井水旺处，则见弱矣。如乎火土生成，则架设有生生之妙，苟失令千薄，不能埋见己之精，天时不利，难思时机之利。盖知土不贵，多合生府，唯喜行冲。这个实干体量我们这里就不讲，下次有机会跟你讲啊。好。根茎。
就是根基命了。根金带煞，干见为罪，得水而清，得火而锐，土润则生，土干则脆，能引假凶，疏于乙妹。今天的笔记教材需要98。好，教材，今天这个不是教材，今天是教材。好，来解。好，光明师解曰：根金为阳金，乃秋天肃杀之气。体干气顿，得水则清，又为至阴之体，中含至阳之精，最为干健，能兼干独易重物。无火炼，不能成器皿。木旺金缺，火旺荣金，生于清夏，其势稍弱。使湿土生金养金，以结帮身。使湿土生金养金，就是辰丑土，是的啊，以结帮身。春天的啊，春天写一下，春天木旺金缺。要不断达到最好的这种视觉效果，自动的优化。那个屏幕可以近一点点，有点远。下午调整吧。啊，可以往前挪一点。再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啊，可以了，这不就明显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视觉效果非常重要，这是对一个事物的判断。这视觉效果是不是好多了？对，好很多。好。他这个东西的审美很重要的，这个东西的判断非常重要。金火相成，火以金龙，金极火盛，为格坠金，官煞两停，富贵可期。这是秋天的金啊。那个夏天的金，夏天火旺，金火相成，就夏天的火要金旺，是官杀两停。来看几个案例。蔡英文就是，他不是，他是生在秋夏天的，夏天的是都秋天的，等下秋天的。对一个事物要发现它的判断，它的优美感。神官标，火旺金旺，金两旺 ，OK 了吧？对。乾隆也是啊，金两旺，它是生在秋天啊。秋金来，秋天金重火轻，难成器形，执行繁难。
金轻火重啊，锻炼消亡，不能成气。火炼真金，火铸成鼎。秋天啊，秋金，生于秋金，生于秋天。火炼真金，火铸金鼎，富贵显赫。好，关掉。来看几个案例。好，蔡英文、乾隆都是。是的。好，关掉。任水通河，能引通根茎树杀之气，便绝翠绿晶莹。丁火招龙，能治根筋气顿，则为时风急，刚筋而得火，则气存而锐。有水之湿土，能全其身；有火之燥土，能存其脆。欲丑成湿土，则生；欲未具燥土，则脆。生于秋冬之月，有精神澄清之象。傅云：金白水清，此谓定登甲第。所以东京一见水旺，最喜四柱有丙火调和暖极，多主富贵。若无火，含金用水，金水不能发月。最后，根金见后土埋金啊，则为顽金，无所作为。要以甲木为枢，干一系忌根金破甲。甲木虽强，根金力能伐之；乙木虽弱，根金却相合有情。但乙非进合根而助暴，根亦非进合乙而反弱。啊，这两句你可以不理解，就是说，这个秋金见水旺，冬天一定要有丙火调和；见旺土埋金，一定要用甲木来疏土。这个来看几个案例。这个是金白水清。这里已经唱歌的，这边有一个戊土消印夺食，他如果是丙寅就好了，丙寅就没有。反正还有见旺土现甲的，啊，石干体相，根金者乃拆穿之金，根金顽钝，得火制而成气，成气之金遇火相而缓坏。夏天下生无根，而又行东南之地，则融化不已而终无成；秋生无火，更行西北之乡，则翠青翠绿而光芒自如。若沉于水底，则无终无出用之金，反受伤于水，至若用于薄腐而伐茂林，非为不能折木，反为木所伤及，差安用也。涉时土重藏金，
而无行克，行冲克破，则金终于埋没。这个我们下次来讲。下一场老师的交付课呢是富贵贫贱啊，财卦秘法，也是深解系列。是的，深解系列之富贵贫贱财官深解深度解析，升任财官啊，深度解析跟这个系列是一样，咱们是核心的东西。是的，平常我们是298，对，今天给咱们直播间付费的家人一个超优惠啊，178，178，对，优惠了20%。在付费直播间肯定会便宜点嘛，因为这都是付费的学员嘛，让你们捡点便宜。321，上车。如果你这堂课满意，那下一堂课我敢保证比这个更满意。是的，大家能抓紧把握哟。好，我们讲一下《富贵心经》，看财看官的啊。心经软弱，温润而轻，胃土之多，热水之盈，能服社稷，能救生灵。热者喜母，寒者喜丁。深解系列，富贵贫贱财官深解啊，大家可以去拍，闭着眼睛去入手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心经为阴经，乃纯经，温软而清润。人间五经之志，物极土多而能埋金，所以怕土重。二，壬癸水多，能泄心经秀气，所以喜欢水旺。书云：强金得水，方错其锋；气旺得泄，张佑食神。食伤生财，富贵银豪。若金少而见水，则心经之气泄尽，沉沦无用。故而金水生于冬天，水旺之时而见水多，金水伤官不以贵其。心经生于冬天，喜见丙火，官星贪合，男命不贵。女命则主克夫，若见丁火，男女皆贵，命主和顺。为何？丙火为心经官星，星与丙合，见东而丙星化水，这个东西一定要知道。这是一种特殊情况，冬天的心经不能见丙，反而见喜见丁，因为丙星会合化水。这个深解系列恢复正常价格198。马上啊，再给他，再给他十秒钟吧。好的，这个比平常便宜了很多了。我们这个行业良心啊，家人们。当然，我建议大家参加老师线下学习。啊，线下学习呢，讲的东西就多了。生于春，形寒体弱，服役两难，最喜湿土滋养。生于夏，火势成旺，则有己土会火生金，